爸爸把你放上去，一二三，坐好。这次爸爸就不骑了。不不。不害怕，坐好，先坐好。脚翘起来，我们踩一点这，踩一点点这，踩这，好，没事。他害怕。嗯。踩这。他傲气了。爸爸，你别坐了。踩着，脚踩着，脚踩着，抓着，抓抓好，抓哪？我跟你讲，抓哪？一手抓哪？一手抓哪？不是这样抓的，这样抓，这样抓，这样抓，抓好，抓抓抓好，哎，对，好了吧？好了，坐好，坐好。坐好，坐好，坐好，抓好，坐好，坐好。爸爸，他咬人吗？他不咬人啊，有点紧张。对，爸爸，你能帮我抱上吗？哦，爸爸，你抱上啊。你害怕吗？你爸爸说，那你摸一摸他好不好？拍拍他，你说我不害怕。我不害怕，我是男子汉。嗯，有什么害怕的呢？你走呀。来，把这个牵着，走。走，没事。对。哇哇！啊，害怕了，这就害怕了，才走了这么一步就害怕了。腰挺直，腰挺直，整个人放松，呼吸，呼吸啊！哦，男子汉，我们男子汉他不动，没事。我觉得爸爸是对这只马有信心，他懂嘛，就没事。他专业哈，这是。对。好，我们现在走一走，磕一下肚子。好，走。喂，不害怕，不害怕，走，走。爸爸在旁边，他就好多了。对，可以把我放开了吧？我不行。看前面，看马头前面。头抬起来，头抬起来，看着我，看着我，手抓这里，起。没事，你站，他不动，你站起来，起，你站起来，一，不害怕，不害怕，坐。一节课就学起坐吗？这也有点太快了吧！速成班哦。没事，我们拍。你害怕的时候拍一拍他，拍一拍他脖子。哦。当他今天自己上马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还是比较恐惧，他没有安全感，很害怕。我就告诉他说：“你现在要放松，让他建立起一个自信，啊，觉得自己是可以的，没有问题的。”来，站起来一下吧，看，就踩着这脚蹬站起来。一。坐下，二，一，二，加一，二，一，二，一，二。哎，好玩，好玩，好玩。站起来，我数一你就起来，起，一，二，一，二，放松，放松，放松。你要建立起这个自信，好不好？在马上，腰挺直啊，这抓好，抓紧，抓紧，哎，对，抓紧，来，对对，很好，对，坐好。哇，这么快吗？太厉害了，那还挺勇敢的，我还没有见过他自己骑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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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不害怕，放松，呼吸，呼吸，吸气，吸气，吸气，吐气，放松，不要害怕啊，坐好，腿夹紧吧，安子。爸爸一直给他一种我非常自信的样子，他害怕的时候他就继续讲他的，然后就是稳住他好了。害怕吧？害怕。那你掉下去了没有？没有。我觉得他今天还是挺棒的，他最后已经放开我的手，独立的去驾驭这匹马了嘛。我相信如果我多花一些时间多陪他的话，他以后就会越来越有安全感，胆子呢也会越来越大，所以我们这些胆小的妈妈才是他们的绊脚石。